好的妆粉，然后在旁边呢蔓圆取出来一绺头发，我们给它这样往里面去拧，这一边呢也是一样的啊，也是往里面去拧，也是蔓圆取出来啊，也是这样式的往里面拧啊，往发际线这个地方拧，完了拿皮筋给它固定，一固定立马蓬松，碎发呢给它扒拉下来，然后呢去给它梳一个高高的马尾，手捏着皮筋啊，把旁边的头发这样一绺一绺的也是去给它撕一下蓬松，包括耳朵后面的这个地方的头发也给它扯一扯，马尾呢给它分成两份，这样往后面这样去绕哈，完了之后呢我们这样去给它缠，很多人就说了，哎，你缠的时候也不咋圆，最后跟变魔术似的就圆了，它是两个头发拧在一起的对吧，它肯定是不怎么圆整的，我们就找出来这一绺哈，在外面这一丢丢，完了之后呢顺着它的这个丸子头的弧形给它往后扒拉扒拉啊扒拉，然后最后呢我们拿出来一个皮筋再去给它做一个固定，那它瞬间呢你看就成了圆圆的了啊。还有个绝招，就是你这头发，你这丸子头它不是很贴，它炸起来了，拿这个小卡的哈勾住一绺头发啊，往下勾，然后呢插到皮筋的根部就可以了，这样式的啊，你看立马就下来了，就它不需要皮腿，完了之后呢直接插进了这个丸子头啊，一勾往下一扒拉就完事，底下扎不上的头发呢给它用卡的固定。